爸，您可别管我叫爸，我和你妈可生长不出你这款的流氓兔。干啥呢？找胡萝卜呢？找啥胡萝卜？我等会儿有个朋友要来。什么朋友啊？沙发客。沙发客呀。沙发客。啊，就是等会儿要来咱家睡沙发的客人。谁要来咱家睡沙发呀？赶上这是谁呗？男的女的啊？摊啥算啥？你在哪认识的？网上。你在网上认识的人就敢往家里领啊？你要造反是不是？不是。这么大个事儿你跟谁说了？我跟我妈说了。你住嘴！就恨你这句话，一定就跟我妈说了，跟我妈说，你妈是大天呐！从今以后，这样的事儿必须通过我。然后我再跟你妈汇报。你不嫌累呀？啊，我就知道告诉你得磨叽，磨叨磨叨，成天的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叨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烦死我了！钱志峰，哎，志峰你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啥呀爸？来来，哎呀睡觉呢。我说你问我就出事了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咋了爸？什么叫沙发客？啊。这个我知道啊，啊，你那个传奇里边不是有一个土城吗？土城里边有个沙巴克，卖蓝瓶、卖血瓶啥的。怎么的了？你能不能说点我这个年纪能听懂的话？哦，你不懂啊？我也不玩那个王者荣耀啊。你还知道王者荣耀呢？什么？现在我那个手机不好使啊、哦，太卡。现在我一死，队友就骂我送人头。行了，爸，回头啊，我做生意再赚点钱，我给你换个手机。行。啊、哎，哎呀，你别走，你正事儿还没说呢。咋？你告诉我什么叫沙发客？我还真不知道，我给你查查百度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啊、沙发客。对。啊，百度上有。嗯。这百度上说了。嗯。沙发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睡在沙发上的客人。啊。其实现在对沙发客有一种偏见，就是认为人家是来蹭吃蹭喝的。其实不然，这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明白了吧？中心思想我明白了啊，蹭吃蹭喝。不是爸，你咋的？你要到谁家里去睡沙发去？我上谁家睡沙发呀？啊，是有人惦记上咱们家这个沙发了。谁呀？就是那小米粒招来的。爸呀，这个事儿我得严肃地跟你谈谈了。这个小米粒儿越长越不像话了。是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先跟我说呢？啊？然后我再告诉你啊，然后你再告诉我妈呀。他嫌咱俩累。哦，不，什么情况这是？不是，你说这现在这人啊，你要不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啊，你要旅游你就好好旅游。你跑别人家住什么沙发呀你？人家知道你是谁呀？放心吗？你人家认识你的好人坏人吗？你这是，爸呀，我估计这是一个新鲜事物，不过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你说咱们家有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呢，怕啥呀？哎呀，再说人家就是来睡咱们家这个沙发，就咱家这破沙发睡去呗。你起来。什么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咋的？你把你俩眼睛睁开来啊！你使劲睁大点，你看看咱们家这个客厅，你环视一下，还破沙发。沙发是咱们整个客厅里的地标型建筑，啊、在家里的位置啊，仅次于床。哦，沙发一失手，啊、整个客厅就沦陷了。哦、啊，它势必要切断我们家啊卧房。与卧房，卧房与厨房，厨房与卫生间，卫生间与阳台。哎，爸爸爸，你回来吧，干啥去？我都让他们给闹糊涂了。你这不全乱了吗？啊！你说这个沙发客在这里啊，把东西弄乱了啊，谁找、哎？把东西弄丢了，谁赔、哎？这个沙发客要是在这里，他病了，谁负责？沙发吗？啊，不还得我负责吗？哎呦爸，经过你这么一说呀，高屋建瓴啊。
你这啥时候学的？我6岁那年就上房掏家巧。哦，房顶上学的。不是，你我这越想越害怕。你想一想啊，早晨起来咱们一睁眼啊，客厅里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啊，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啊，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啊，你不知道他是南来的、北往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啊，那是不同颜色的皮肤，说话完全听不懂，伺候不好还挨骂，来了女的还好办，男的还得传闲话，尴不尴尬？尴不尴尬？小米将来怎么嫁？怎么嫁？要切个闹。别闹了，不是爸呀，我这个意思是说，你说的有道理啊，那怎么能消除这种担心呢？你听我的吗？啊，一句话就解决问题。你说，把沙发烧了。哎，别爸，你可得冷静啊，烧沙发不要紧，再把房子了了，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给我留一点炫耀的资本行不行？那咱不得解决问题吗？我明白了。咱这么办吧，这沙发客到咱们家睡沙发，不就是想旅游省点钱吗？这样，咱把咱家的每样东西都标上价，哎，咱让他知难而退。你这主意太损了，我好喜欢哦。不过咱可不能真挣人家钱，我还能收他钱吗？不能，咱俩去策划策划。对对对，好，走，他是一会儿就来吗？对，来。喂，起劲要啊。到了是吗？好嘞，我这就出来给你开门啊。呀，经理，老公，耶，身份证。我还要什么身份证啊？好像你没检查过我身份证似的，这是咱们沙发客之间必要的程序。我明白，生活态度。对。哎呀妈，这身份证照的，跟枣似的呢。让。哎，大老远来的，是不是累了？不是我。啊。哎呀。怎么的了你？我刚才这身旺好像劲儿有点使大了，要迷眼睛了呢。是吗？别动，老公。我帮你看看啊。是。都叫老公了，叫老公了，叫老公咋还查他的身份证呢？装呗，上，啪！哎呦，好不好？欢迎光临。这是我爸，这是我。我的妈！你俩干啥呀？啊？竭诚为您服务。小米，我说你家厉害呀，家里囤俩服务员放着。不是，那个，这是我爸，这是我二姐夫。啊，干啥呀？服务。哎。先生，欢迎您的光临。请换拖鞋。谢谢姐夫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新拖鞋，所以有价签儿。价签儿？等会儿，我看看。拖鞋5块，4块15，带走20啊。Yes。爸。这小米，你等会儿，是这样，你看我这一天呢，走南闯北的，这些东西身上都有，都带着呢。啊，这位先生，您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，对，想必你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。比方说，你去饭店吃饭，能吃你自己家炒的菜吗？不能。比方说，你到酒吧去喝酒，能带着自己家酿的酒吗？也不能。比方说。你到公安局去蹲拘留，能带你自己家做的手铐子吗？那更不能，谁家产那东西啊？叔，这事儿我明白了，那我先把这钱呢，先给姐。别，小米粒说的对，走的时候再结账啊，也行，因为你走的时候还不一定消费多少呢。穿鞋垫。对，走，刚来，请进，不合适，没事，我坐。你坐着啊，我给你啊。泡茶喝，对，小米粒儿为你泡的这一杯茶叫做西湖龙井。西湖龙井产自于浙江的杭州，其实就那么几棵树，所以特别的名贵。那这一杯得多少钱呢？不论杯，论泡。
每杯相当于三炮。对了，明白了吧？三炮。三炮明白了。不是，那这一炮不得20块钱啊？分谁为你服务？我泡的20，我女婿泡的40，我女儿亲手泡的1040。爸，我什么时候给别人泡茶要过钱呢？你哪回给我泡茶1000块钱挡住了？漂亮！我给你要钱了，你啊？你是不是想上趟洗手间？我不用。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要非要上，那就上一趟呗。这洗手间在哪儿呢？那边。哦，只路5块。行。我说你俩想干啥啊？热情服务啊！这好好的一个家都快让你俩整成龙门客栈了，你是不是想撵人走？你把顾客都请来了，还不让我们服务啊？是。那你服务就服务呗，你要什么钱呢？啊，拖鞋也要钱，喝水也要钱，你们怎么把洗手间厕纸都标上价呢？标了，5毛一抽。小伙子，这是我们家最便宜的，尽情享用。不是，姐夫是这样，我一想这5毛一抽，按照我平时这个量来算的话，大概是1抽半，我就现在我憋会儿吧，有点用不起。那既然就不去了，那就休息吧。对，休息吧。休息休息。来来来，请请请。对，老刘，来休息。来休息休息。哎呦，这沙发热，我跟你说。来来。咋的了？事情一定没有这么简单。叔叔，我想这个沙发也一定不会让我免费的住吧？聪明。那是不是不同的姿势又有不同的价格呢？越来越聪明了。顺风，哎，给他打个样。葛优瘫40，养壳子60。哈普子80，扣斗子160。哎呀！不是我这是我睡这沙发吗？这不明明沙发睡我吗？这是。爸，二姐们，你们有完没完了？小米粒，怎么跟爸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等我二姐回来，你看他怎么说。你跟你二姐。我爸回来，你好不到哪儿去。你们太过分了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我去呼伦贝尔旅游，我就是一个沙发客的身份在他家住的，人家全家上下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，回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好多土特产。我带回来木耳你吃了吧？老公的。我带回来的蘑菇你吃了吧？老公的。还有我拿回来那么多的奶制品，那都是老公的。我说那玩意儿油那么大，不是，是属我的，我家的，不是。对，老公家的。哎，现在反过来，人家到咱家来做客，你看看你们刚才整的一出一出的，有咱们家怎么对待朋友的吗？你行了，你还来劲了，你有理了是吧？张嘴老公，闭嘴老公，什么朋友啊？都叫老公了，还是朋友吧？老公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你这误会了，叔，我刚捋明白，你肯定是误会了啊。是这样，我呢，我姓龚，因为长得老，他们都叫我老公。这我身份证，你看看。这个字念龚吗？龚啊。有姓龚的吗？怎么没姓龚的？你还认识呢？谁呀？啊哦，龚琳娜，姓龚吗？我明白了。哦，啊，对不起啊，这我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你姓龚？哎，有点胡子啊，显老。对，我女儿就管你叫老公。对，明白了。亏了你没姓爹呀，要不然我就管你叫老爹了。哎呦，对不对，兄弟？哎呀，这什么辈儿啊？这是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小伙子啊，
哎呀，那快请坐吧，请坐，请坐，请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没事，坐呀，坐坐坐。我是跟你开玩笑呢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你看我这个一辈子吧，哎，我在这个文化馆工作了好几十年，我还说过好几年相声呢，是吗？一个人没逗乐过。今天贵宾来了，对，我寻思我逗你乐一回，你乐没？叔，你刚才差点没给我逗哭了。但是你问我乐没，我可乐了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哎，老公啊，哎，老公，哎呀，姐夫太别扭了。小米粒，你听见没有？这么称呼是不是别扭啊？别扭。老弟啊，哎，我爸今天这种行为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你沙发客吧是一种新鲜事物，我们都不大懂。你说突然家里来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好家伙，来睡我们家沙发，我们能不担心吗？啊，小美丽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，现在是越长越漂亮了，我爸主要担心她出危险。哎，二姐夫啊，你刚才说啥？啊，爸就是担心你出危险。不对不对，就上一句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说啥？你越来越漂亮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小姨子就爱听这个呀。你看我这个小姨子吧，她二姐不在家，我单独跟她在一块儿，我心里都扑腾扑腾的，因为我很正啊，我不往歪里想。姐夫点我呢，啊，我这个人也很正啊。姐夫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最一开始啊，她到我们家的时候也挺尴尬，是吗？我媳妇儿担心呢，啊，后来好了啊，人姐俩处成闺蜜了，闺蜜同房了，我在我们家还沙发客。哎呀，那我就行了。兄弟，今天来绝对不能睡沙发。是，你二姐不在家，走，跟我睡床。来来来来来，姐夫，我这人呢，睡觉毛病多，爱打把式，爱翻身。翻身怕啥呀？翻身还不怕啥呀？啊，他这块头啊，你那体格啊，他一翻身啊，上哪找你去？成照片了。是不是你这什么？你爸妈没在家，今天晚上你跟我住。哎，也别说，我不光打把式翻身，我这人睡觉还打呼噜呢。说啥呢？嗯、哎，给谁话听呢？不是，你打呼噜，有能耐你跟我睡一宿试试，小样，我打不死你。行了。哪儿也不去啊！我出钱，五星级宾馆，兄弟。姐夫是这样啊，你看啊，我们是沙发客，沙发客，沙发客，你就得睡沙发。如果给主人添麻烦呢，我们就失去意义了。这就叫沙发客的生活态度。哦，这就叫沙发客。这我就明白了，这都。关灯。